435艺术小镇今日举办小丑同乐闯关活动，请来小丑们为现场的小朋友们捏出可爱的气球来。谢谢。但天空不作美，突如其来的大雨使得活动只能提早结束。而这次也是首次与小丑默剧团合作，将带给观众精彩的表演。Hello， 各位朋友们，今天在板桥435呢，在这个艺文特区呢，将由小丑默剧团为大家带来精彩的表演哦，欢迎大家一起来玩，拜拜。台湾情报记者郑宇前、林昌钰台北报道。